世界大地风水。各位同学阿弥陀佛，那这里所在的一个孤鹰最顶点啊，啊，一些呢四十八节的哈，啊，二十四节气的，一啊，搞做这里哈，也做得很漂亮，很好。那么至于立相，孤鹰的立相不要的立呢？孤鹰的立相，孤鹰呢是属于一个木星，木星。啊，木星的立相爱收得来气，收来水。啊，你告诉山对家直直来，哪个家就孤阴呢？啊，水对家来呢，一定要叫侧节，木星侧节，啊，侧面的侧。水了对家来，木家对山对家来呢，啊，叫木星呢。哎，你一定要收水气。你若叫山形，后壁做靠。修多是袂歹，变多变多，啊，你融入自然也可以。但是你顺着三世呢，一字一点爱有玉带，有包鬼，有包鬼。若是冷刚水夹巴来，你向那些看脾水呢，绝对不对，绝对不可以。所以你要看大是刚水好多刚，你要木星木星刷对才来呢，而且你切开只呢，啊，水对两面来呢。啊，你一定爱侧斜侧面的，啊，你地面顶你一侧斜，山梁对下来，哎，我向对迄个水形，让它遇带木星一定爱有水形，爱有水气。若是木星加无水来，这边水真大降来咧，好、啊，那么你家呢就爱向这边去啊，懂吧？啊，那么你木星这里来，天年变成这里来植物。植物呢，你得一直爱做毛油。那个我们会谢子华会告诉各位，好，你爱植物，啊，后天的植物，啊，先天的什么？乾坤。乾坤。啊，那么还坐相呢？啊，你爱看，啊，你还要那个，你要不要吉祥？前面一定还有硬山，马还有硬山啊，所以两星来木星来讲啊，这顶上是孤阴，那前位那么去的时，那爱看伊生气方搭一边想生气啊，那我要看有朝暗，有朝拜，有朝暗，这拢是咱立相的法则，要追寻好，好咱立相的法则。啊，甲看山形，山形呢，迄个叫做树啊上旺的所在。你还袂会的时啊，你爱看遮附近的树啊，看伊树啊，搭一搭上水的，你就爱朝那个向，叫树啊向上水的，迄个纳气，直接开门的所在去向。好，再来呢，啊，你要看树啊向，
啊，希望他会告诉我们，伊灵气都会上强。看伊迄、迄、那个手啊怪，哇，迄、那、迄、個、手啊，迄条都手机啊，迄手机诶，土上等迄个所在咧，去就上往迄边，咱就向迄边。目前来讲，咱毋着照迄、照迄个向，啊去去，去迄个向。你要看这个所在，这张，啊啊，这张这个所在呢，向这要出去，告诉我们往那边看，啊，告诉往这边看就舒服啊嘛。啊、哦！你要看这边去，山势乱乱，山势乱乱。啊，所以这边的树啊，迄短短啊，伊袂真长嘛，哇！迄树是树枝啊，树枝袂土真长。那咱踏入山门啊，啊，你要出在迄个对往去水去咧，你从树来看，植物来看，你嘛知影好理想的所在。另外呢？你白羊，咩咩山顶呢？你个拍开的时候，里面的山梁啊，迄山脉，啊，迄山脉呢，照山脉行，照落去也很可以，也山梁啊，照落去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。啊，如果这迄、那个孤鹰呐，啊，孤鹰呢，一拍开呢，地势起真乱的时啊，伊内底纹路很乱。哎，地头土地有那很乱，嘿，你要去嘞，你要靠自己后天，你也专想对平，一旦修了水，因为你在木星里面的追寻爱有逆水，那么要有意在水，啊，比如我从这下来的哈，追下来，你俩照这里想九十度还可以做，稍微斜一点的，你俩啊，只除非对面有后野暗山呐，那么嘞。咱尽量化稍微逆水，木星侧节取逆水啊，树啊爱食水，懂吗？哎，木星的节气，好啊，迄、那个木星那个基础的要领，好，好，到这里我们再继续下去哈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，为心性教。那东西干了，什么庙庙起价就取消，你看。啊，对呀，庙起价就取消，还想要几啊百？啊，车未到，人家那个婚礼啊。你别讲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这个不知道的。阿弥陀佛，啊，都是咱黄议员黄，黄岩老师啊，就问讲迄个，地土地啊，哈，迄个照片。迄写法，哈是安尼写，安尼看法。啊，我来看咧，看这个写法个，看会讲你听。那一般呢，就串到去里咧，它是去修这个气，啊，串，表示迄个伊个山脉气伊无来，啊，伫面顶倒串。那么都是安写写来，表示有咧倒来。啊，下这里出这里行呢，诶，表示过迄个整个山脉呢，迄气呢，对，接住下来。我一直一看下，诶，来个下来呢，开始这里叫了，好，这灵气，这灵气，这灵气，啊，灵气山脉山梁啊，啊，你看山梁啊，这山梁插对下来，啊，插一下来呢，所以。这都归拢安起去了，哇！好安起，这个灵气就滴下来啊，爬下来啊。啊，看落来遮，咱看看落来遮呢，遮是有无啊？好，遮灵气安起去才水呢，哈！好，这个遮上悬的所在，灵气上昂。好，遮就是厝内，遮就较无遐昂啊。好，较无遐昂啊，大家遮就无呀。家里靠湿气啊，你要看呢，看就行。好，哎呀妈，妹，你走对了呗。
啊，伊就自然会发对啊。哦，有气节，做水啊。花房啊，咱来看恁气节，来看。因为大自然的最上禅呢，大自然的禅呐、啊，好、啊、拢是照树啊、山河大地，迄、那个木，哈、啊，迄、那个水啦、木啦、草啦、啊石啦、啊灵气啦，迄落会甲咱启示。咱若讲哦，你去底下来，咱就知啊。你你知？知咯，那唔知？因为我目睭看，只是目睭看啊。啊，你不讲。啊，不讲就不讲。啊，你那个哦，那个总经理啊，哦，这大师可是搞。啊，那看这岩层的走势，早晨这条安都倒落来嘞，表示我就是气早倒出去啊，面倒出去啊。假使这走势嘞，差安嘞是算是差安嘞，也。起无出哩，地理过哩来滴，好像是荷包叶安尼啊，哦，还是安尼，也是。所以咱看到这里山梁啊嘞，你暗暗的量出哩啊，别个人你也知，知了又敢讲。哟，咱再去啊，再去另一个呢。咱来看，这个所在的伊的两骨啦，啊，骨不离肉，肉不离骨啊，啊，这所以这个呢，你看伊很自然的，迄骨呢，伊也是两边会倒插的，两骨那咱啊会起到对这边来，咱出来对这落下去。啊啊！这里一个像一个那一个大太极嘛，啊，这是六破呀、啊，这大先生的生，他这这种的灵气，好嘛？这样，他是灵气，别些灵气啊，啊，气到这家来，边都没生都无啊，好，边都无啊，这样气较旺，啊，这家来，好，好来。看这个地梁的地梁骨，这边插到去哩，好吧？这边相共插到去哩，这边就插到来，所以中心都这样。好，我你看，这只安凸起来呢吼，这么难的怎安凸起来呢？凸底下去哩，凸一中呢，啊，所以那个工作，那个就珠脉啊，珠脉转来爬下来，好，好吧？看说，你看这形就知影哦。这主人伫倒位，伊吐倒去，表示主人伫啊。拄正迄个呢，迄个主迄个主妹呢，伊是插入去了。啊，这边就过火啊，好吧？这边告诉，哎，有头家拢在一边啦，好，好吧？好哇，这个线啊，好这样咧，出出啊，插入去了，好，你已经拱到那一边，守护那边去。这山河大地，人伊冇性命。伊嘛低格，伊个角色，啊，只是咱不了解尔。啊，这就青山绿水，原来也是如来最上禅的啥呢？如来最上的相，一直如如不动。你不懂他，你也把你认识他，啊，一直告诉你众水天机的。哦。啊，你行到这，哎，你讲你的信教方面，这样，点你点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其他无偌久就有啊，无偌远就有啊。你也知啊，伊嘛是假讲，真假讲。好，来。我想做嘞，我想做来做第一。我要买很多钱嘛。导游要做。这里面呢，啊，差点要处理，我够水呢啊。啊，这差点要处理，表示讲。家里拱着那条猪美迪啊，所以主要还是络脉类，还是蜂腰，这个蜂腰头前的呀，啊，哎，你看不能看蜂腰，哦，这看蜂腰这时间啊，等几啊十年才看一届啊。
婚吗？好。啊，你再来。你吃饭吧。你吃吃饭。吃饭头吼。吃饭头。哦，来龙，诶，骨不离肉，肉不离骨，啊，这个嘞，骨子接落来，哦，然后来玻璃瓦来。哦，这个是接落，我大，我大哎。插对接落来，啊，只要对接落，这束腰啦，束腰啦，好、哦，束腰，啊，两杠落来，撑到起哩，啊，撑到起哩，接着束腰，封腰。过霞贵甲啊，三峡的峡啊，山的过霞呢，这里这这样过霞贵甲啊，贵甲你要按牛啊，牛也挂位呢，按、啊、过霞这个相关的点，跟这边落下来相关的点，用罗盘去牛牛看伊的，好做方位。看这什么山啊？龙身呢、啊？哦，咱若要看龙身是真真结结实，一定爱看伊过霞这点。啊，过霞呢？啊，比如说天元，你着规抓拢天元，接着真龙真穴。若是讲这站，哈、啊，这站过霞过霞的所在呢，牛起来是天元。过了迄站呢，啊，你去牛到地元。这边两个价啊，所以要寻龙点穴呢，你一定要有经过有三节出脉，好出脉，来开始所有过下的所在，你个牛换马来，啊，那种共同的仪器，这边两家是真正真龙，那无是杂龙是杂种啊，生出来的人呢奇奇怪怪，后高人后什么人，反正后五百东军，后百五百东山。啊，迄个的，不同源。那么如果咱呢过霞呢，你要归拢地缘龙，拢地缘地缘，每下你去个徛者啊天缘人缘啦，啊迄拢唔对呀。哈、啊，大叔说一去诶，先修修未着，哈、啊。所以今日呢，传人来看过霞，你看，迄像迄蜜蜂，蜜蜂个屁股遐大粒，哇，这里啊。那哦，啊过霞所在蜜蜂的腰、蜂腰、旁腰，啊过来蜂的屁股，啊要过来就蜂的这边个旁的头，啊这个叫做竖气、竖气，啊这边表示说这里气的足，迄个这灵气真大，莫怪在希望家长呢，哦这稀落气啊，是咩哩气啊稀落气，啊系啊。我讲还是稀落去啦，好、哦，你叫啥叫水呢？好、哦，这点灵气很旺，过霞的所在呢，气象旺，好、哦，好，我们再接下去哈，谢谢。起来，伊都一放落来哇，这些呀、啊，好、哦，这些直接上了地出来这些，啊，咱都讲莫啊，当时会记得。不一定，风腰愈侪，后壁出的人愈侪侪发愈久，哈、哦，这点咱先下来，哈、哦，啊，就是出来啊，表示讲，哎，得力往外跑咯。好啦，各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么讲这山形哈，九星啊，九星内底禄存。甲廉贞，廉贞你若无实力啊，讲啊，你就看看无讲过，有讲。那么这个呢，面顶上迄粒禄存，咱拄只看半路往来行往来看，迄树仔长都错掉，下骹转开，迄阵禄存先啊。啊，迄个树拄只树仔错掉，下骹拢存开，今年禄存先。这面顶个嘛是个禄存，啊禄存呢一个大粒的是禄存，但是经过呢，经过呢是廉贞、廉贞，啊廉贞星呢一卡乱七八糟，哦，
牙杆卡什么卡，黑牙卡的，磨牙卡什么卡，我是给的。这条青青这大条，这叫鹿唇，连针，连针上过鹿唇，连针属土，鹿唇属木，所以咱俩家属土乡都加起来是啊，充满了矛盾，充满了斗啊，这叫出枭雄，出枭雄，没出英雄哦，出枭雄。所以陆春生呢，那哪边做红事卡给啥？你只能下面我不看你可以，不看你可以。但是那玄空爱心呢，爱到那边陆春呢，还得说还是连真高压是，你这个厝往来出去搞你不打嘞？再来呢，这里陆春不连真生呢，是什么型呢？心很滚呐，以前呢很滚呐，好像呢，好夸张呢。玛丽，雷梦露啊，哇，风就吹嘞，拢飞飞起来，哇，滚拢飞起来，这就是连针啊，连针心啊，阿你知影？你来后你不很有点缓解在哦，这就是连针。上面路程，所以你也去，你也好出来，徛起对遐了，哇，黑黑的，一排的，啊，到时后边呢，坐相啊，坐山的是出出来人嘛，奇奇怪怪，好，奇奇怪怪型，好，像这这类型呢，好，一般呢，咱啊，开个老来，免个老啦，中年都开个高明。好，冰单一等一边，那么先生先等伊，就老婆先等伊，好，这种的形式下呢，对啊，啊连这连真星呢，后面再一个陆存星呢，这大部分那么个穿都个给啊，一生较袂无聊，对啊，这种的星就上啊呢，啊，你若唔相信，你利用去找这所在个借看麻烦呢，啊，这是一定的。相应的了，好，好了，我们再继续前进，哈。啊，陆存星，你像的话，一点都行，你跟他叫完修，啊，叫完修了呢，啊，阳台，你就绑票，所以叫你存一瓶。你们坐山呢，出出人，就是那行。就是，奇怪怪，奇怪怪，啊，一个三十岁啊，四十岁，都个人，好个人生活啦，好啊，像，你要做生意，像安尼咧，你拄着一挂奇奇怪怪怪人，啊，所以这里也不能做，也不能像，只能当辅星，做边啊，旁星用用而已，好。咱家是这个八国水神起厝，你不要那去的。八国水神，周围拢有水啊，啊你起厝去，不要那去。这是大江水，啊怎么像？八国水神要怎么像？首先呢、啊，星空爱心啊，我们还是要有妄想为主，妄想，啊。啊，妄想呢？那边嘛歹啊，那你第一妄想先修得，那正气就来，其他啊自然会化掉。包括水生钱呢，咱咱台湾的经济，较歹为你，我袂倒来，放心吧。你们移民，哦，啊，台湾呢，这样呢。那么，咱包括水生呢，那一档是后边有靠，水外有山是最好的，求这水外有山。啊，那迄个是向上，望山望向，安尼来转来，对吧？啊，恁家老头的画画，要做八国水神叫阿公，但是八国水神爱有水吧，没啥无水吧，爱进水，啊，九星九星啊，其中一个山壁，啊，陆存，这里有面顶白白。爱卡山势，啊，下卡
这拢是属于比喻一个山势，啊，山山两个来，啊，这呢叫禄存星，啊，禄存星是劫星，是劫星，啊，为什么劫星呢？你上面没办法发展啊，啊，一些根呢，它的往到处渗透，到处还是踩到前面嘛，按着来嘛，啊，到处渗透，每天哎呦啊好不上去好总可以，但是它下面还是继续。也有功能，好啊！土的我反正都无啊，主板丝的，你看是个做菜人主板丝的，哈啊！伊安尼反正都往下，啊，山水拿来讲，不可以像，不可以做，或是禄存星挨到那个地方方位的，天运、地运、八运，像禄存星三壁的地方，啊，比如讲八运的，我来向安尼。啊，即使是龙边嘛，白是水土，即使龙边呢，挨向挨到这边是山壁，我还是啊，你清楚吼、哦，出的人，那龙边出的查甫大概都偷摕物件，好两百标，啊，你若好兵呢，嘛查甫好两百标，啊，这个陆存星，啊，这爱叫避免，那看了陆存星的山势，还来先注意啊。人家那真济人做树头的人，钱无人出呢。做树头的人无人出呢，出来就转禄存星，很到处禄存，而且做做的三大了，这一代空。啊，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啊，咱现在来到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家。啊，塔塔家这里呢，当时设计就是啊，邱金令建筑师啊，加陈开南建筑师联合设计的。当然，恁这边石头。啊，那看看画呢，可以体会到邱建筑师一览三峰山，他的远见很好。啊，塔塔家这个造型呢，啊，第一次来呢，我这结果搞设计，按整个自然流融合为一，啊，色泽配色，啊，跟大自然合而为一，这点呢，啊，咱。要体会到讲建筑的艺术，啊，建筑的艺术呢。第二，融入自然环境；第三，看了不烦；第四，看了以后呢，希望会再来。啊，这是建筑艺术的最高境界。那么塔塔家这个所在呢，啊，它的这个名是安那，我现在啊，我伫个来马上卡塔家。我要卡大车，卡大车。好，不管卡大车还是奥多拜啦。好，那我们来到这里呢，已经这里观光的圣地。好，那么老祖诸佛菩萨上天给人示现，啊，殷切的殷太极整个来。接着说一个大的大太极，这里整个阿里山国家公园一个山脉是一个大的大太极。啊，大太极呢，这条那呢，啊，新中横公路呢是一个 S， 啊，一个阴阳两界。啊，那么那边呢，阿里山那是柱山那边呢，啊，就这里较大一栋呢，啊，较大的那个一栋的穴。啊，它的龙虎山，很完整，然后在心口开了一个洞，啊，那么那是阴穴，咱家工厂好像看，但没有人看不一定。啊，那么这阳穴，现在我们阳穴最高玉山尊最高点，啊，最高点呢，啊，你看，看下看过去，右边一点点，有一个白板圆脸，中间一点黑。有看无？有，好无？我老伙仔嘛无看，你看有看无？
啊，哦，上悬都吐上悬去哩啊，啊，嘴开开，嘴啊，嘴开开，那个朝天的阳穴，啊，遐一条穴咧，遐一个蒸汽的穴，唔是咱一般啊，涂骹位的那些蒸汽天诶蒸汽的穴，哦，我这边是头这边照啊，这边照恁看啊，哦，那么一点咧，啊，咱上悬的穴里啊，就是阳穴。那今天呢，哦，我们大家来家看一下，是给我们看粮穴，要提醒我们向光明去。好，那么过来呢，以龙身，啊，这个龙身呢，地队来呢，我们从大陆，还得中国大陆呢，昆仑山一脉落下来，落到澎湖呢。穿到台湾呢，直接冲到黑了的玉山头向环的所在，南北纵线。那么快到这里，啊，最高点的是咱看后边，后边黑的进来呀，好吧？后边进来，黑的已经要一直挤上去呀、啊，想出来的是多少呢？嘿，一直出来，这里飞的去嘞，七个上关，叫南北中线俩。好、哦，那这边上珍贵嘞，除了那些以外，啊，这里叫做这三级线起起伏伏嘞，两流。你看三级线，拢突突起流啊。你看三级线斜上去的，嘿，标示嘞往上挤，气的两流嘞，这里上去。啊，那杀起的是啊，咱爱有守护护法啊，这边龙沙这边呢，啊，这龙沙龙北的护法呢，马霞呢，赶快卡住了，就捉住他呢，那土的，好穿棉片，你都看不？这个山穿棉片，咱是爬去到杀去，人去不容，人家想要去的，都啊在最顶点呢，啊，这要停住，南北纵线走。啊，那你这边，那众山皆高，唯我独低；众山皆低，唯我独高。这里呢，啊，众山都是肥，但是它是连线啊最瘦的地方。这里连线像台北啊观音呐、啊，啊，那叫做啊观音山呢，啊，都多那个水口路啊，哇，什么龙神那个龙形呀。嘿，就是嘛，杀出去，香龙回珠，咱吐出去去，做出别的代志，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啊，这就是山的龙极限，啊，这地去的别个上关去的，去点呢，啊，阿多啊，一杯龙，你看像咱生活室的多起了石头，哈。天坛门口就吐出一粒，啊，龙背一粒，好，那粒主要的这里头，我告诉你呢，好，你要注意看那粒黑，啊，那粒黑，哦，是啦，哦，是偏白白，中是啦，哦，啊，黑是一个阳穴，今天天气不真好，黑爱等了林刚兰落雨了，咱过来看，会做好事的，啊。假如说要看简报的哈，可以进去里面哈。他现在帮我们安排那个好解说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要事情。这样啊，那不要硬着头。自己的。阿雷，我这边。啊。各位同学阿弥陀佛。刚才呢，我们看这个玉山啊国家公园啊视听教室、视听室的影片呢，啊，嘿，啊录完了片20分钟了，最起码要2年。可遇不可求的镜头很多，尤其像这一个，什么时候春夏秋冬？而且能等到太阳，哦，后面天空那么清，
啊，你那云刚好，哦，就这里，那么这那么巧了，哦，这写工可遇不可求。那么那个就这一年呢、啊，还解释给过一天，这是阳穴，顶着最上面是阳穴，阳穴呢，它这个穴呢，原来呢是在是在这里哦，涂上来，它就左沙，右沙，不，左沙左沙嘛，哇，就是左沙左沙左沙，搞得就像嘛，它到底整个是一个阳穴，整片是阳穴，整片归平阳阳穴。啊，阳中有阴呐、啊，阳中有阴，加别人家款，就叫款一下哦、啊，这个是贵品，有没有？像一个太极，龙沙、哦、虎沙、虎沙、虎沙节，龙沙个这样的。啊，这里是向西旧山山丘级的，啊，刚那另外那个阴线呢是向东，一个向西向东，向东向西呼应，所以台湾呢、啊。啊，这里一凹呢，啊，这里啊，不是那做行李不是赚钱就了解的呀，不是成佛就是下地狱，啊，这是两极化，就对待，不是对立哦，是个对待，啊，这你看这里来哦，哦，嘿，是有告诉这样三个县管去的，要南北中左，啊，这样明明的有一个轮廓。我就轮过圆脸的，现在我轮过出来。好，阿呆来了，就换这一张。微信中想的。好，这一张是春天吧？夏日啊，夏日风情。好，阿杰呢？这里一个圆脸，一个大太极哇。那来看大吉的大太极，大吉的大太极。啊，大江大太极，这样呢，好，一个大太极里面又有一些有分嘛，阴阳两极，啊，整个是一个大太极，好，这呢，啊，就是一山，啊，最顶点，啊，啊，这宇宙万物，啊，它的天地的创造啦，所以西洋人讲，只有上帝才能创造，啊，我们讲，啊，神才能创造，佛才能创造。啊，宇宙虚空呢？啊，我们的天主啊才能创造，啊，不管怎么创造，这一个因跟缘和合，佛家我们修道修行来讲叫因跟缘的和合，因缘和合而生而灭，啊，因缘和合，缘生而起，缘尽而灭，好，那么我们还是以非常欢喜的心，我们以。赞叹天地，好，宇宙虚空，啊，那这个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，啊，能量，啊，那么一落下来就往开始底处理啊，好，落下来就一家底处理啊，对南部底处理啊，对吧？这处完了处，我处完了呀，好、啊，处完了，啊，这里完了处理啊，过处南北，过问南北，啊，这个是从由西向东上去了，好、啊，啊，那这边的他们就在当。华人那边贵啊，好了，阿弥陀佛。哦，越做好，阿弟贵啊，贵啊，到安尼啦。看地，哎，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当时咱在想啊，你要讲决定是这个位所在。大家行三拜礼，礼拜一，再拜，三拜，红山川的川长，啊，咱所有的红山川的乡亲，咱各位同修阿弥陀佛，咱今日来到红山川。啊，来到红山川的所在咧，啊，这个所在来看，四边，吼、哦，四面环山，哦，四面环山，啊，咱今日来的时间也是拄好，啊，六月七五，啊，咱今日来啦，你看天顶吼，啊，敢若开只天门，啊，敢开只条边拢云，啊，这呢，啊，诸佛菩萨，
啊，甲咱五凤宫的业主比，啊，这间庙咧，咱叫做高山宫、古山宫。啊，高山宫咧，啊，内底所供奉的，就是咱五凤宫。五凤啊，啊，伊的精神甲耶稣同款的精神，啊，牺牲个生命来度众生，啊，牺牲个生命。来成就大众啊，这平安。所以啊，五凤啊，啊五凤宫啊，伊的精神也爱，甲耶稣完全同款的高位，叫做正定正觉。咱伫这所在呢，当然咱今是来遮学习看这个山河大地的地理。啊，这个地理咧，照咱所讲的地理，山川的灵气的特色咧，啊，这个所在，啊，这是五凤宫的主笔，啊，伊个人决定讲要选伫这个所在，啊，这里、个，咱普通去庙咧，第一爱有库，第一要有靠，前有灶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啊，个这个都很木咧。啊，这里很不爱有苦，啊，高顶呢，一所在呢，不能太低洼。两边虽然有力，好平有力，前里有迄个来相照的时啊，但是这个经过地点啊，这就是五凤宫以用伊的神威，要来转化这个地理，那是转地理，转天文。哦、那所以五凤宫诶，伊用伊个神威，要来转化这个地理，这是有修行、有成道诶，一神啊，啊因诶，下才有法度。站在咱凡间诶，世间人要来转化这个地理，是不简单，确实不简单。所以咱这个所在咧，啊，这点咧，啊，就站在地理上咧，这是爱小天诶来。做着来布局，后天呢，啊来弥补。啊，咱家这点地理后边迄个大金是武曲武曲车，迄个不是武曲车，武曲星后山的面的边仔，迄点地理真水的大地理是只。啊，迄只很无关的哈。啊，好好好。啊咧，啊那红山国水下个底下咧，嘛是出高人。嘛是出高人啦，哦，所以个这个皇宫也准备了，伊在咱选了下面家咧，啊来，哈、啊、用安尼用神威，要来转这个天文啦、啊，要来转这个地运，这是爱真有修行的大慈大悲大爱的心性，对，有法度。那因为咱香港的人咧，哈、啊，咱要转这确实有困难，确实有困难。啊，咱三分风水，七分做，三分的风水啦，七分的做，啊，七分的后天来弥补。但是这个所在，咱这个地理咧，啊，为何啊渐渐咧，啊，产生一个灵气的时，咱爱后天咧，依照易经风水八卦的道理咧，咱来甲弥补，安尼来咧。就可以啊，将面顶的这个灵气，甲爱炖，基本炖啦，爱炖会种爱炖来。哦，要炖来咧，咱就爱来请五凤宫咧，甲咱开始看卖来炖。啊，五凤宫有慈悲咧，甲咱只啊众生咧出一个课题给咱。哈、啊、哈，但相信咧，五凤宫有威德神威啦，会当给咱。迄、那个灵感到地位，哈、啊！以上甲各位简单的介绍。啊，这个咧，上悬迄支山呀，啊个大佛山、大佛山、大佛山，迄是贪狼星、贪狼木星。哦，木星咧，五凤宫遮咧，咱咧向安咧咧，住在两边，迄只
咱来对上面顶遐看倒过来，一个陌生足水足水足水的一个山，那像桂林遐的，那像迄条做到处拢文笔，哈、啊，拢是文笔。啊，等下咧，伊会掀开互恁看，啊，恁等下看咧，等下恁就来翕起来，哈、啊，啊，好地方，啊，咱这今只所在咧，啊，要一个点石成金，点石成金。水啊滴滴滴滴嘞，迄地沟嘞等于我来，哈、哦，将我车辆来嘞，上我一支地沟嘞，弄金啊，哦，弄泉州，哦，迄泉州哦足水个啦，哈、哦，等下嘞，我带大家来看点石成金，恁个头壳用如多呀，最好滴两档啊，滴两档。啊，头壳规条都拢金啊！还有影无？咱头壳愈爱好滴好滴，滴下两年啦，两年都有金啊！啊，规条头金闪闪。啊，等下嘞，咱下面因遐一挂地瓜呐嘞，非常水嘞，啊拢啊地价拢来滴规支嘞，拢金啊！你若有啦，还哎介意诶，用个买等于还做纪念，起码足好诶一个啊，这大乌头诶山川灵气所结诶。会当水内底有金，这是一个足好的大地理。啊，只是内底这地理咧，咱无加用着，无用着的。啊，咱咱是未来若是好运人家，啊，这大地理咧，啊，咱啊另有新生有啥物用途咧？啊，因就会给咱这个灵感，甲这个机会。再来甲各位讲解，哈、啊，头前咧，咱这庙。哦，咱的庙头前处理呢，哦，咱直直落呢，哦，迄个直直水倒落，这不是算路枪，这不是算路枪，但是呢，咱水池土腾腾直直落呢，还接在地里呢，叫做无修，气无修，咱家呢边无做门，啊、哦，边无做门无起来呢，啊、哦，都无修。无修咧，咱当然时代无共款啦。哈、啊，咱种个人咧，少年咧直直处理，外口发展是真正常个代志。哈、啊，但是咧，站在咱来徛街咧，哈、啊，也是工厂公司啊，哈、啊，忙出咧，直直落个时，要修这个气咧，一定咱爱有一个围墙，哈、啊，甲这根庙，哈、啊，这个气甲修掉，啊，这忙做个退后咧，哈、啊，安尼来咧，会当弥补，哈、啊，这个后壁。哈、哦，开门一气直冲来，后边我咱看开门气直直直来嘛。好佳哉，两边呢要有啊，两边啊，伊这边要有力，要有背一条气，这条气伊叫虎鲨，虎鲨者，好势一结嘞，一气直倒来。啊，我出来看看嘞，结果咱这个山梁啊后边这嘞哈，较悬是不是？这山梁，这山梁啊，这里啊，这较悬的哈，啊，好平壁，好势壁条，好平壁条啊嘞，哈，咱就无啥偌合理啊。好平壁，两平实，有啊，咱两平就是实的嘛。啊，两平实，好平压头嘞，哈，这就较有煞气嘛。啊，有煞气，那么怎么办？咱以未来哪方便？咱这个金路是这个会当解救、会当弥补的之外，以外呢，咱这边未来若要去一个咱的正业活动中心嘛，哈、啊，还是创啥呢？哈、啊，咱家这个破破机这类呢，咱会用去一间，哈、啊，差不多较出来的，拄多一间呢，哈，啊，或是穿的人力办公室啦、啊，还是穿的办就活动中心嘛，好、啊，咱会要向政府来争取。啊咧，就会当发挥啊！啊，这就会用发挥啊！啊，咱呢好笔心啊，这个量啊，好笔心的事啊，哈、啊，那么自然呢，咱量啊，爱用后天的来补，来补伊就平均落啊，四平八稳。啊，那无咧，你看咱哎，这些好平的加这样管量啊，笔画来咧，啊，量笔画来，就较无啥啊负荷吧。啊，就是讲目前呢。咱若像这个位咧，啊，土地是要咱争于人迄个吼，咱若这个咧，用于啊，看要安怎较详细的建筑经费咧，啊，甲起一栋啊，做一个迄、那个，啊，是咱个办公室啦，安怎会使？啊啊，三分风水啦，七分左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嘛，
好，咱来转这个法门，安尼过啊，好，那么后边这里，咱的叫做富贵屋这个所在呢，一直后边遐咧吼开门落来，迄个有煞气，这个进门落来，这多是迄个西北平嘛，啊，西北平的这个所在呢，吼，啊，有较有煞咧，咱若有石头啦，有咧吼，甲顿几粒石头伫迄个位咧，吼，挡迄个后。迄开门的刷来，啊！一抓了石头吼，啊！一抓了石头，啊！那等来恁阿公，有一间要迄个石头抓了，等就来，请来就蛮方便啦。啊！不等石头嘞，你用感觉，我只要找时间，迄石头看要安怎来摆，一定要有七粒，吼、哦，有七青椒，那有七青啊，七青来当水口啦，啊，七青嘞当迄刷口。德威。咱来嘞，咱这后天呢，咱来弥补这里、個，啊，搁这里呢，哈两边呢，咱搁来去用替代的大姐来过嘞，啊，咱来当做这嘞、個，确实就功德无量啊，好、哦、啊，啊，咱这里嘞，咱也有方便的嘞，咱就爱去做一个门，爱做门起来，做一个小围墙起来，好、哦，好这里嘞，这里头呢爱做围墙起来，啊，这起起安尼来吼，哎、啊，咱。高山宫就稳了，搁七千对地，搁个安顿了好势。五皇宫一定足欢喜的，啊，咱希望五皇宫的慈悲啊，会当带好咱地方的人，搁保庇搁较远的人啊，会当平安啊，保庇咱带来台湾，同时啊，咱这的人民的灾难啊，五皇宫伊的慈悲的伟大，伊嘛等于是耶稣的实现，啊，天主的实现。上天天主的实现，啊！耶稣伊迄个嘛是天主，咱五皇宫也嘛是拢归伫天主，无论什么教，哦，无什么宗教、什么派，拢归伫咱的天公，归伫天主。哦，咱啊，因为咱是在世间无同款的生活方式，啊，来伫世间无同款的人种，所以有无同款的宗教信仰，但是真理拢是一，真理拢是一。同款的一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和谐，哈、哦、啊，安尼做起来应该会平安，哈、哦。那么接下来，咱换咱的教学啊，嘿，我讲开始，好、哦，啊，过来换换咱的教学。咱的点地理，会记哩，好莫必信，这里已经好必信，好必信啊，啊、哦，所以好必信呢，咱这里叫做。爱后天来弥补，两岸这较悬的，这个好命必生的，啊，所以好必生呐，啊，兵起住，路起住，啊，你做会安尼发，会发生安尼来。那么有马紧，咱后天你会用建筑来弥补，或者用啊，迄个叫做咱会用土，然后车土墩，啊，甲一墩啊，同款安尼来。但是好兵已经必生来，啊，土必生的咧。咱袂使去吞土，搁吞了咧，伫挂羊、孤阴、挂羊啊，挂羊，啊，挂羊不生，孤阴不长，啊，孤阴不生，挂羊不长咧，吼、哦，就袂迄个啊。那么你哪用后天呢？后天的诶建筑，还羊，后天的建筑是羊，所以经过啊，孤阴不生，挂羊不长，那么咱羊气好起起来咧。啊，就阿过迄个啊，那么就平安顺遂啊。啊，所以阿爸你呐去共看工厂，啊，看了这里叫做徛街，咱啊好平必顺的咧，咱左边的两边咧，咱搁起一栋起来，安尼稳了，颠倒逢凶化吉咧，趋吉避凶咧，啊，扭转乾坤，就是这個意思。啊，我那我扭，咩来扭转乾坤？阴阳颠倒。哦，那么接着落到十字所开始的日月，那这摆有月，无日，啊，说阴阳日月最长生，阴阳就我最中生，咱欠一个日，啊，咱啊，搁气候关起来，好、哦，气候起来了，这阴阳就标调和嘛，伊就一寡就最中生啊啦，好、哦，懂吗？好了。这个是五曲星，咱讲六白，
六百吴许星的家，木脚车。啊，吴许星呢，一只杀手，射手，啊，射手我倒落来。好，啊，我倒落来，这个再来，也是东西啊。啊，那呢，告诉这里后边去向去山，后边去山，哦，后山都可以去山是啊，都含这个射手去就接来啊。哇，哎、欸，又熟啊！好，咱呢，这一个吴许星的来，啊，这个又熟，又杀者，又杀者的去，接不接落来？接不接落来呢？若是当时呢，咱呢，后山可以了的时，啊，可以了的时啊，好、哦，哎，中一点，哦，三台，哦，三台嘛，哦，这三，这里吼、哦。这家是都多的接到这吴许星，哈、啊，接到这吴许星这里来，好、啊，吴许星来嘞，你迄个咱这里成一直线，你看我拐阿只一直线来嘞，还一部顶啊，啊顶啊下骹哩嘞，咱我顶啊来，好、啊、了，你慢我来，你大家慢我来，好、啊，迄、那个沙草一直溜，一直溜溜溜来。他一挂树啊，看那无坏啊，哇，那无坏者，那无坏迄个，啊，只只滴油的啊，哦，咱只庙角后边处理，庙角迄所在，遐滴油遐那看那乌，看那乌嘞，含后边连成一直线，啊个上关落来，遐一条山，啊，一条山两张滴，水水嘛一条山，啊个落来，这三点连成一直线，啊东西。那讲迄个啊，转咱来的时啊，后山就坐了真在啊。啊，咱的后山，好、啊、后山这姐姐的呢，是丑山未向嘛。啊，啊，咱这个呢，啊，主殿东西正中心，拄啊这角啊，靠过来这个所在呢，好、啊、靠过来这呢，啊，拄啊成一直线，朝咱来，后边就离较开啊嘛，后边离较开就无相像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观气，看得起。咱看庙后边，庙后边的所在呢？你敢看遐石头？遐石头，咱迄阵在贴的，吼、哦、功夫真好，真自然的。悟空才好啊神，啊，好咱贴的后边，迄形成一个圆圆的气，哇！咱庙这边过来，圆圆遐是圆圆啊，迄色无同款的，就连成一直线，正中心就是这所在，啊，很好无？你有啊，好嘛，有啊，啊，这里，啊，中心在这里，哦，无共款，哦，啊，若是讲，啊，五王公，啊，伊若因准食，咱用请人个清官，甲刷过来食，啊，刷过来食嘞，后山都向去掠，你看，咱含粉嘛，安尼相应哩啊，有啊，粉啊，现在安尼相应讲好啊，有啊，你看，粉啊。哦，好啦，哇，那上映，哦，阿你讲这嘞，都贵啊，哦，刷过中心是啊，哦，阿你来，你这边免去无紧。宗主混完想说，好来，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，大家南传长啊，大家好，这个所在呢，原来就是咱五王宫啊，想要去的。庙地啦，啊，这里是庙地，不错。啊，咱第一呢，啊，看玄武，玄武嘛是后边迄条上关迄条山。哦，啊，这里呢，啊，这里放一条面插对这来，啊，这点，咱爱十道天心，十道天心，山梁啊，左开肩，右开肩，好吧？嗯，十道天心。啊，头前呢，啊向出去，头前平平一个碗呀，去到遐，啊就向那个碗出去，啊你坐啥呀？坐正位去，坐位。照讲呢，后、哦、这条做后壁呢，爱有只那一只那一只有只牛的拍来安尼型，
吼，那有只牛拍的行呢，这地里就对啊，吼，啊头前呢，抽山米香，头前呢爱像只羊啊，啊头前呢，迄山行呢，只羊啊头。羊肉头多下骹咧食水，哇！羊肉头，哦，所以这点地理咧，这里吃几克。啊，这点地理溜咧，甲咱再去看的，再去看迄个虎生，就是下巴，啊下怀，啊结着下怀就收这个起来。啊，这一点咧，结果咱原来作家起伫这个位来啊，这边啊，起伫嘴角来啊，所以不是真合理，啊，唔是真合理啊。好，那么这嘛是咱的缘分的关系啦，哈。啊，假使讲以后，那要搁去的时，哈，五凤宫呢，伊会发挥的真济，出去我赚大钱呢，啊，就当来伊会来去吃，哈，会去吃。啊，那么下面呢，咱拿迄个方便的时间，就再叫咱再去讲，安尼去甲改善，好，甲改善。啊，甚至呢，啊，阿爸的上清水做需要遐嘞。头前洗啊，遐清淡嘞，伊后则去起面顶起来就足水啊。啊，所以就啊，望标底啊嘛，哈。嘿嘿。第一次升进的是谁？哎，第一次升进的啊，真是。咱全国各位十方神地师，咱各位同修，啊，咱啊嘉义阿里山乡啊洪山村的村长，咱村长，甲咱洪山村各位乡亲。啊，大家好！好啊，咱伫中华民国啊，93年6月15日，啊，咱象鼻山仙鹿寺义经大学户外教学第一届、第二届啊同修咧来户外教学，今日来到嘉义啊洪山村咧，洪山村的所在是一个真正有特色的所在。四边拢是山，四面环山，啊，那是一个世外桃源。又过呢，那是另外一个天地。我早起来呢，啊，就我到这所在，感觉那是无见树的感觉，那是一个真正和谐的净土。啊，所以啊，咱今日来到洪山村呢，我看了真济的特点，我就要来介绍。予咱哈中国的有缘的十方神知识来了解台湾这个净土，台湾这个土地处处有宝贝。啊，尤其呢，咱这个洪山村的地点非常的特殊，这有一个滴水成金，啊，滴水成金，啊，等下呢，咱来带各位来看滴水成金，啊，这呢。一个咱的啊瀑布啊，咱这个瀑布咧啊，咱台湾落差上悬的瀑布啊，这里非常啊不可思议。这个瀑布咧，在这个所在，这大佛山啊，咱来看啊，看的所在啊，这个大佛山面顶遐落来。那么现在咱要进入来讲地理，山川的地理。为何台湾无个所在，干那只有个所在有电池成金？咱来看地势。现在咱来看这个中国的地势，地势。这里倒边一条溪过来，啊，这边溪斜倒过来，啊，形成甲遐两岸过面顶。啊，都等弯拐，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。埃及金字塔等腰三角形，个等边三角形，拢等边三角形。所以这中央一点真不可思议的大地理，对不对？都只咱有去看过啊。
咱五凤啊，五凤五凤宫，这个村民呢，啊来供养供奉五凤宫呢，这是真正事情的一年。阿伯，你看这三角形，咱先对看上悬啊看，啊对，这一条溪只上尾啊只来，啊佫沿着这条线，甲东湾的所在，迄点的，你接到两岸面顶去哩，接到两岸面顶去，一个等腰三角形，佫等边三角形，啊等边三角形呢，伫上溪尾的所在，这出泉水，金生水。金生水，金生水，所以咱现在来看吊桥，啊，吊桥迄个所在呢，啊，吊桥，啊，我有看快无？吊桥的所在呢，啊，上角啊都拖一条线去，啊，露出下来一撮地，山梁啊出来迄、那个，啊，金，哎，也生水，所以遐会水落来呢。遐内底咧，自然形成接着宇宙、虚空、山河、大地的精华。这水底下落来咧，对吊桥落来咧，遐水流落来会变滴水成金。遐水内底有足多矿物质，但是这矿物质唔是咱凡间的矿物质，遐是一种整个宇宙、虚空、宇宙、虚空伊所凝结起。接这个转来，然后这样接掉了，地里迄个金生水啊，水呢内底带着金，这个地里啥了呢？啊，所以今日呢，啊来啊来了解，就这个地里的不可思议。过来呢，那呢，叫做山川的灵气，有形必有灵啊，有灵必有用，有用必有用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咱来看这个地方的山形。啊，咱现在所看山梁啊顶，迄、那个呢，拄啊咱的凤山国小。凤山国小迄搭呢，啊，山梁啊通对下骹落来，下骹落来呢，就一个咱梁一片。哦，啊，梁头甲迄一个梁卡，龙角梁呢，对面滴滴滴弯滴滴滴滴去滴滴去哩。啊，迄、那个呢，学校迄、那个所在，就是那是观音骑龙，观世音菩萨骑龙。啊，原来甲出咱的庙来去底下呢，哇，迄足型的，观音佛祖化身。啊，来遐嘞，所以足型的，迄一尾梁对面滴滴滴落来，滴落来，滴落来，落来到遮呢。阿多啊，一支卡落来，啊，那么面顶学校的所在咧，就拿出一个观音菩萨，啊，就安尼坐伫啊。啊，过来这边，这个呢，啊，嘛是一尾龙坐伫去哩，双龙，双龙，汇集双龙集会，啊，双龙交汇啦，双龙交汇咧，外面遮咧。或者三角形、三角形的这个呢，阿龙呢，这叫做金龙。应该咱家啦，古早人呢，啊，暗时啦，一点感觉真奇怪，是会看到天顶那像龙在遐呢，在天顶在射。啊，这啦，但雷公应该这雷公的形呢，那像那个金龙的金闪闪，哦，这呢，哈，那像天顶的高层同款。啊，所以这是一点地理呢，配着好地理啊。观音骑龙，咱若地理，咱若甲一条龙落来，无正脚，这个脚的时啊，这都唔是龙，这都是蛇，啊，这都是龙，哦、啊，就安尼落来，啊，来迄、那个食食些水，啊，交车，哎，正水，所以这点的风川呢，应该未来会出真牛的牛人，哈、啊，啊，咱简单甲各位介绍哈，等下。咱带各位来看，这个三角形，这所来金生水、金生水。啊，金生水，咱来看下面这里、个。好啦，咱来看这桥卡。桥这里呢，一粒土星，四四方方。哦，这一个土星，土星，
土，啊，面顶火，面顶三角形是火车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爱听无？嗯。哦，面顶是一三角形，渐渐就变含学校去哩，一山形嘞，这就是三角形，就是火车火。啊，下面这个化作一个小土星，遐大个火车来成小小的土车。土车就成金车，金车呢就成水，所以水中带金，带泉州。哦，带这这个地理就是安尼来。啊，这咱呢，搁对天顶，哦，迄、那个山足高的呢，对云顶的迄龙呢，降龙、降龙、观音呢、菩萨呢、降龙啊，乱。假使无这位龙的，啊，咱的凤山川早就无呀。哦，这这啊，不好调的，观音给恁顾调的，五凤宫给恁顾调的。哦，咱现在咱来看这个地势。哦，所以山河大地一切伊的表现，啊，一定有伊的真理，只是咱无相办的尔。咱来见拜的就哇，迄先生会出迄、那个遐水的，哦，迄、那个水中有大金啊，大泉州，这是正好是台湾报道。好，但是现在咱来看，哈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不知不觉，那啊，不知不觉的，哎，跳起啊，哎，跳起来，等共。你真的啊？啊，咱各位同修，啊，咱各位十方圣弟子，咱现在咧，是咱嘉义阿里山乡凤山川，即种的上南平，拄只甲各位讲，啊，金星，啊，来得一水，金中金星含这水星以后咧，上升。水星呢，化出来以后呢，内底嘛要月金。那么咱现在住伫这所在呢，啊，凤山川呢，这石鼓盘南平的这条溪，这条溪呢，啊，这里真正化相平的树啊山，非常的清脆。那么咱现在来到这所在呢，把咱头前对出去呢，啊，就是这里叫做。大佛山，啊，这对面那个蒙蒙雾雾，那个所在大佛山，啊，现在咱所看的嘞，就是大佛山，啊，大佛山的正平面啊，一大撮东南亚上大的瀑布，啊，之前咱有看到相片嘞，那个瀑布，啊，那么大佛山对过来这边嘞，现在。咱能看见所在，啊，咱现在遮呢，就是啊，凤山川的上南平的所在。拄只甲各位报告的这个所在呢，一个土星土星，上面顶凤山川呢是一个大火星，火星土，土星金，但是金呢，不甲大火山遥遥相对，所以接下。佛舍利啊，佛舍利，佛祖的舍利。好啦，这个呢，面顶所有流的水落来呢，水也是智慧。咱要有智慧，才会成佛、成道。啊，咱若要成道、要成佛呢，要安怎才有舍利？一定要有柔性。若是一个人啊，性格正歹，
伊若要讲成分，要后摆有写哩是真困难。所以已经甲咱启示啊，哦，这是混下哩一个转，佛设立的一前缘。啊，那么来这家嘞，最老外来这嘞，啊，一个一个官啊，一个记者去家物件嘞，啊，老最近是老是老嘞，啊，你听一两年以后嘞，啊，伊就决定这个结晶，啊，各位同修。咱俗语讲台湾呐、啊，台湾的金银琉璃财宝银卡嘛，咱这水嘞，你看打嘞，一定超过卡吧？啊，这证明着讲台湾处处拢有宝库，啊，证明台湾的经济开始在复苏。咱今日正好一年呐，来到啊凤山，风景丰富啊，山呐、啊。宝库、宝矿，那里有真侪的宝库，真侪金银琉璃珠宝啊。那么咱是凤山川上南平面的，这水中啊来出这里较好较好的啊下里啊，啊个对面个大山相对，遥遥相对，伊甲恁启示着大地木上条啊，青山绿水。原是如来最上坛，青山天水原来是如来最上顶的山，这是在咱凤山川。啊，等下咧，咱来去带各位看迄个成品，这个内底啊，咱现在你若看得到只，这个金银琉璃咧，叫叫是。拢是泉州，拢是泉州。等下，咱来带大家来看迄个成品。啊，咱各位同修阿弥陀佛。啊，咱现在在凤山川，啊，咱靠前的厝一点。啊，伊只集着遮侪遮侪的啊成品，啊，遮宝贵的成品。啊，咱拄只所讲的咧。金星水，啊，这个矿区内底咧，拢是金啊，可见台湾呐、啊，哈、啊，拢是充满着，处处拢是宝。啊，咱也希望咱台湾呐，成为一片的净土，大家拢像安尼，会当笑眯眯，未来的世界，啊，未来净土，就笑眯眯的世界。咱若笑眯眯的咧，身躯拢会发光。辛苦拢有金，咱若笑眯眯做生意咧，咱就辛苦拢金啊。这点是真深的玄机。啊，拄只咧，啊，咱讲，迄、那个啊，滴水成金咧，迄、那个所在咧，对面是迄、那个大佛山。这相应，这是佛设立，这是或者下立，这不是咱一般所分的。这本身内底，吼地主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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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咧，滴到尾啊，滴成两年以后咧，贵府，你呐，你来看挖个看卖，挖个看卖那咧，哦，这就是拢金，哦，金闪闪咧，好、哦，有够庄严吼。相对咧，咱的水面顶滴到落来，那叫灌顶，灌顶，咱爱佛用甘露把恁灌顶。灌顶以后咧，咱贫富咧叫做金身，每一个人拢有法度成为金身。啊，这个金身咧，就是爱有智慧，爱有水，水的柔性、柔性，水是法。啊，所以咱讲观音灌顶啦、佛灌顶啦，意思是啥呢？所以大家咧，咱呐时时保持像弥勒佛安尼笑眯眯的时，大家贫富。拢会幸福，拢会金闪闪。啊，包括咧，咱啊，大家像爱笑眯眯的，哪个人互相在斗阵的时啊，咱以欢喜心来斗阵，莫讲聊聊咧，大声细声，恶恰恰的时啊，咱辛苦要像安尼就困难啊。这个呢，开始咱爱笑佛，笑眯眯，欢喜心，欢欢喜喜来面对咱几百年、几十年的人生。啊，拄只咧偷鸡啦。啊，上这个城市的话，
哦，你叫我讲，哎，啊，这支吼，只要行到倒位，用这支卡到倒位来吃呢。咱人，咱若要吃吼，爱有迄个欢喜心。咱食物件莫想糟蹋。我今日来到咱凤山村呢，遮个咱的林长，下加遮村长，下加咱遮的餐厅呢，拢用的这艾叶啊，足好食。这艾叶啊，上清。我顶个来咧，伫半路遐咧买两包去，去当伊家己泡、家己做、家己洗咧，是真好食。啊，咱也欢迎咧，咱所有若有缘的动手，有缘的是方神地心啦。若有时间食，欢迎大家来啊，咱嘉义阿里山乡咧，啊，咱这凤山村遮，来遮了解着山河大地的奥妙，了解着遮有遮济金银琉璃珠宝的妙法。要予送予各位来领悟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